汲取自然精华，破解市场密码。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斜波策略分享。今天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周日，我是主持人斜波哥，简称波哥。本节目以分享斜波策略为主，请大家先花一秒钟时间点击订阅键。节目结束前。 请不要忘记点赞。我们先看一下大盘，SPY、QQQ SP 和 IWM。SPY 这个四小时斜波已经接近反转区，下周关注反转区域四百四十七点九一至四百五十二点一七区间可能发生的反转，具体可以关注。 四百四十八点六二和四百五十点八九两个位置，上周四和周五留下两个跳空缺口，斜波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补上。QQQ，QQQ 的四小时斜波比 SPY 提前进入反转区，下周初如果还有上冲动作，可以逢高建仓，下一个阻力是反转区上沿三百七十一。 还有 HOP 三百七十六点四五位置反转下行第一目标三百六十二点零六。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IWM，上周五小盘股从高位反转向下，从这个日图可以看到，原先是在一个收敛三角形中运行，周五突破后，再遇到斜波百分之八十八点六位置反转。 这是一个非常看熊的走法。由于小盘股是大盘的先行指标，下周需要密切观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斜波分析。a m c m 亚马逊，一小时斜波进入反转区，下周观察可能的反转信号。反转第一目标为。 三千三百二十一点三二。t s l a 前几期节目我们说到了特斯拉的目标位斜波 HOP 八百一十三点七六，上周已经到达。我们再看下周 K 线图，接下来的上行目标关注百分之八十八点六位置八百五十九点二六和一百一十三百分号。 位置九百四十七点三二，向下回踩的话，还是八百一十三点七六位置。MFLX 奈飞处于上升通道，二小时蝙蝠斜波 C 点已经反转，做多的朋友可以等股价回到反转区六百至六百一十一区间再介入。 G O O G L，谷歌一小时斜波还没有走完，下周如果有回调机会，可以逢低介入，目标两千九百一十二至两千九百八十六。U B E R，底部确认，下周有回调机会可以逢低介入，短期目标斜波 H O P 位置五十一点五五。 MVDA 四小时斜波遇到反转区，有反转迹象。如果下周回不到反转区下沿218.97以上，可以看空至210.28一线。SPLK SPLUNK 一小时斜波完成，有反转迹象，反转第一下行目标155.67。15 FLSR 第一太阳能蝙蝠斜波完成并反转，目标 T1 一百零一点五，T2 九十七点一七。RCL 加勒比游轮二小时斜波接近反转区，可以耐心再到达反转区八十二至八十五区间，分批买入。 Riot 四小时斜波已经完成并反转，上行目标 T1 三十点六三，T2 三十四点五二。好了，以上是斜波哥今天的节目。对斜波策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们，请不要忘记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